晚年是时间11:00，一百六月27日星期三。系今日唔使补课。但不過明天就要補課，明天是6月28日，地不補化學，地理完之後化學。我今早即去康城，即係影相，揾個角度，即係喺將軍澳海濱長廊嗰度影相。即係我搭港鐵都見到好多歧視，即係歧視係一些很奇怪的事，甚至一些很奇怪的人，所以叫奇人奇事。首先第一件事，我在天水圍站，即是剛好往後方向，即是那個往後方向，即是現在4分鐘一班，即是每多非繁忙時間的時候，沒什麼人搭，即是那個車到的時候，我看到一個穿著灰色衣服、藍色鞋的人，那個人即是他拿著headphone在聽歌，其實抽了一袋，然後看到他，我一上來走走走，看到他在那邊走走走，然後看到他立即入了，即是他等車，立即衝進去坐，因為那時候即是2點多、2點半，因為那時候那人流比較少，所以就空幾輛車，只有幾個人，只有很少，即是坐在那時候我看到他整段時間都是看片，他的行為古怪，為什麼叫古怪呢？即其實我都拍了片的，其實原諒我，我又拍了片，即他的行為就是比較古怪，是的，然後自己在那裡，即整個人在震我，即他的形象都，佢個動作都唔知點形容，即係動作我都做唔到嘅，同埋周不時喺度發啲聲出嚟，跟住好大聲，跟住講唱歌，我錄低咗。其實咁樣錄低發，同埋呢個即係第二件事，即係我坐觀塘線去調景嶺站轉將，唔係調景嶺站轉將軍澳線嗰陣時。咁啱見到一個好似爛仔，即係佢件恤衫唔扣嗰兩粒紐，跟住裏邊冇隻底衫，跟住掛條鏈，著住牛仔褲，跟住著住一對唔知咩色波鞋，好似光頭嘅，冇乜頭髮嘅。呢個人就好似以一個好似爛仔黑社會咁樣，隨即係見到人哋上車係咁喺度撩人啊嘛，喂妹妹仔！跟住個妹仔都驚咗佢，跟住就問途人：，依家幾點啊？跟住睇人部手機，跟住到喺油塘站嗰陣時候，佢就挨住喺我隔離，我就好謹慎。即係我為咗喺即係去等康城列車，即係我喺將軍澳看一場，我想揾個好角度影相。都要冒險嘅，其實應該即係都話，當喺即係我翻到屋企之後，喺即係行到天水圍天橋，見到一個穿著粉紅色衫、黑色褲嘅女仔就話：，哇，阿叔你喺呢度啊？咩又搞錯阿叔？你周街屙尿，犯法嘅知唔知？即係兩佢嗰個阿伯同我阿伯唔識，佢就話嗰個阿伯喺度亂咁去廁所。即係其實我有另外一個綽號叫做冒險者，所以冒險者意思係話冒即係冒著啲生命危險去做嘢，即係例如話下一件事一定俾人鬧，同埋會受傷。所以話我拍片要影揾我影靚相。埋遇到一啲唔想見嘅人，呢啲就係叫冒險，所以話我永遠俾人叫冒險者，係不嬲都中意冒險。
但同埋我有一個特徵就係做乜嘢事都冇俾人發現過，完全冇俾人發現過。即係呢條片咧錄咗12分鐘，由遠由朗明站至到荃灣西站。不過我而家飛咗少少，因為當中有啲唔關事，唔係唔關事，應該係關事應該。先其實即係7月12日就註冊，即係之前唔好同我講話註冊淨係需要帶身份證，需要帶學生證過去，你呃我唔到嘅，因為要帶收據過去。即係個電影《超人特工隊二》就喺今年嘅7月12日播啊嘛，喺香港。即係我喺舊年睇過《反斗超人3》。方 Miss 就喺嗰個 WhatsApp 群就提過，就話喺7月23、25、27同埋8月28、29呢5日時間，即係補翻學，由1點到4點。咁其實我都唔好想去，我可以同 Miss 講就話，我就堅即係話。如果你堅持自己想溫書嘅，咁你可以，咁你就自己可以唔嚟啦。咁我就自己講一講啦。因為你諗下，我除咗補完地之後，要補數學，又要補化學，好辛苦。加埋因為9日，即都係當中有2日重疊咗嘅，即係本身係11日嘅，但係有2日重疊咗。即是撞正嗰個時間，中五科你入咩班我未知，但係我就睇到即係我睇到考試嗰陣時，即係考選修啊。選修我覺得有啲困難對你嚟講，因為首先如果我揀地理化學嘅話咧，見到嗰個試表度寫住同一日考咩科，考化學同地理科喺8:30開考。咁地理唔化學八啲科啊，咁我想問我要考邊科啊？如果再定同一個時間嘅話，咁唔通一次過做曬問卷嘅？因為咁啱喺今次考試入邊，我睇到考試表嗰個就話兩個時間撞埋一齊。即係我由湯城站行過去條幾靚站，即係當中有諗過行過遊航站，因為由條幾靚站行過遊航站，同呢個荃灣西行過麗景站係一樣嘅，都要途經呢個墳場。由荃灣西行過麗景係需要途經呢個荃灣華人永遠墳場，而條頸嶺行過遊台係需要經過將軍澳墳場，都係遠嘅。已經辛苦先揾到麗景站，你知唔知幾辛苦？4公里啫。同埋喺晏晝嘅時間，你好想出街，因為天氣熱，33度啲咯。你睇人下我拍片，因為唔想俾人見到，所以我成日都耷低咗個頭。
在畫面中，呢、這個穿著灰色衫、呢、這個藍色鞋，即係只係呢個戴耳機攞住手機，你見到喺條片裏邊，即係我影嗰時，即係 cut 咗少少。喺感上，我就係荃灣西呢一段咧，你都見到佢啊。